师他所创作的一首非常伟大的合唱的作品，他把台湾所有的原住民的族群的最精华的片段把它融为一个非常壮大的一个合唱曲。那这个呢，它也意味着我们要崇敬我们伟大的神，我们要在族群里面，在族里面彼此和睦。Thank you.
大家。